你怎么在这儿？为了躲我，你是打算今天晚上做完所有的材料，明天就不再出现了，是吗？这世界真是小啊，这小朋友你也认识？难道我只能认识你一个人吗？如果你有什么交接上的事情，你现在就说；要是没有，再见。你这么紧张是还在乎我？你放尊重点，李顾问。你听我说，你放开我！我知道过去不告而别是我不对。我不要听这些，过去的事情我已经完全不在乎了。我求求你放弃吧。如果你不在乎，那你为什么要躲我？你心里面还有我白少。白少，你听我说行不行？放手！干什么？我不在说话，关你什么事？你没听到阿硕放手吗？我让你放手。放手！你快放手！放手！你不放手，我报警。欺负他就关我的事。放弃的。哎，小姐，我把东西给你送来。二丫头啊，啊，你回房休息，我有话跟她说。哦。白叔，我是来给白姬送东西的，她衣服落我那儿了。周先生，哎，不是您别这么叫我，白叔，您有话说。这段时间发生事情啊，白姬都跟我说了，麻烦你了。啊，不麻烦。你收着。不是，这钱我不能收，我就是想帮帮忙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但是之前没跟您说，这个是我不好。你说的我都明白，但现在这样不清不楚住在外头，那更不像话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必须得搬回来住。这就搬回来了？别呀，住我那儿挺好的，我那地儿大，你也能搬回去。我那儿热闹，咱一块搬。哎呀，我衣服我放这儿了，白叔。那我先走了。他为什么会从你公司里出来？他现在是我的上司。那你这么晚去公司，是想？我想赶快办手续，不要再见到他，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。这么害怕，但是有我在啊，所以你就不用怕了 ，OK？ 这样好了，明天你就不用去上班，我带你出去走一走，散散心，好不好 ？Come on， big girls don't cry， big girls don't cry， OK？ big girls don't cry， you're a big girl。好。
张姨。哎，起这么早没睡好吧？挺好的，睡的。快坐啊。家里睡得惯吗？啊，如果困的话，吃完回去睡个回笼觉啊。坐，爸爸。在家待了20多年，怎么会不习惯嘛？爸，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下，嗯，既然我回家了，我的生活费我得自己出。说什么呢，丫头？名牌衣服、大汽车，爸或是买不起了，养你没问题的啊。再怎么说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突然回来对你来说也是个累赘啊。傻丫头。这天底下哪有父母嫌自己儿女是累赘的呢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儿早上我遛弯的时候啊，巷子口那老王头就跟我说，不知道哪个250把他那小院买了，出我2倍的价钱。别说爸养得起，就养不起你，咱这小院怎么也得卖3倍价钱，不是？吃吧啊，别胡思乱想了。哎呀，这应该不错啊，你张姨今天早上炒的，艾少，人生是需要冒险的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勇气嘛。我告诉你，从这里滑下去，你的烦恼会烟消云散的。来试试，试试看嘛，会很有趣的，总比你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还要强的。所以你体验那么多工作，也是为了有趣是吗？是啊。那爱情呢？谈恋爱也是为了有趣吗？